兄弟们，今天去打烟卡，赢了这么多的烟卡，哇塞，全是赢来的，厉害吧？哇，小伙伴，你们有多少烟卡？你们烟卡没我多吧？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哇，赢了这么多的烟卡，好吧，我们用这些烟卡今天去换点奥特曼卡包吧。哇塞，太厉害了吧！小伙伴，告诉我你们有多少烟卡？这些都是我赢来的烟卡。哇，小伙伴想不想要这些烟卡？什么都有，哇，稀有的，还有这个，哇塞，这是小目标，小目标应该没有人有的，这是最厉害的小目标，还有红旗，哇，好多的烟卡，这些烟卡你们都见过吗？好吧，我们用烟卡去换点卡包吧。Later。哇，小伙伴，这些烟卡你们都见过吧？我们来换点什么东西？哎，这边有个赛罗，换个小马的卡包吧，然后再换一个这个，再换点这个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些礼盒，这些还有传奇。哎，这里一包这个，咱们拿一包拆一包吧。最近拆小马也拆的挺上瘾的，好吧。老板，结账。哇，小伙伴，这桌子也够乱的呀。我们来拆卡吧，来第一包小马。来了一张 UR， 一张 HR。这个不拆了，这个蛮贵的，留着明天拆。小马，小马，咱们来个黑背吧。小伙伴，你们有没有见过黑背？哇，一张 UR， 这个蛮好的。哇，紫瑞公主，可以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结束了，拜拜。